环卫乡镇再加分，嘉义从事农渔业和手工生产职人，用网络行销和食农教育打造农渔村旅游新体验。彰化一群返乡青农串联新旧店家，成立旅游平台，开发地方小旅行，让游客体验彰化人的日常。南投婚礼业者透过异业结盟，从婚纱、场地、餐点、婚宴布置到拍摄，通通帮忙搞定。请锁定本周播出的《台湾真善美》。